哇哇，什么鬼 ？What？ 他可以开枪射烂我的道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，今天要来玩这一款游戏叫做 Pranja Roulette 啊，这是类似那个 Buckshot Roulette 的游戏啦，也就是赌命盘啦。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我之前的那一个影片的话，你可以先去看一下的哟，那样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一类型的游戏是怎么玩的了。那么一起来看看这一款又是怎么回事吧。好的，那么刚刚进行的一些教程我已经完全知道怎么玩了。哦，我知道那个男人玩得太好了，看来你打他没问题。我们玩一个游戏怎么样？你打败了我，你拿走公文包里面的钱。那些字太快了。那所以总而言之是要跟他对战了。放马过来，我已经完全知道怎么玩了，基本上跟那个 Buckshot Roulette 差不多玩法一样。OK， 汽水是汽水是给我自己没有风险的去按那个炸弹了。那么刚刚我们看到呢，有四个是假的，一个是真的罢了。那么这个能炸中他的几率是非常的小了，我随便按一个吧。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？啊，你看，有四个是假的呀。他直接用那个放大镜了。啊、哦，他知道哪一个可以炸中我。这个我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啊，这个。那么剩下的三个都是假的了。随便乱按都可以了，没有必要浪费那一些道具。没有真的炸弹了，随便乱按。OK， 给我一些好的道具耶！耶、yeah, ，放大镜、锤子，还有这个补血的，两个真的，一个假的，让我补个血。没有必要留着不补血的呀。然后我用放大镜看哪一个是真的。OK， 所以这个是假的。这样的话，左边和右边的都是真的。我给他上一个手铐，我可以炸他两次了，哈哈！我看你怎么赢。然后换那个灯去他那边，也就是我会炸他了。这个也有限制的，你能够用五次罢了，所以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换那个炸弹去炸它，如果炸不中的话，你就会浪费了那个机会了，然后就会输掉了。可是这一次我肯定炸中了，锤子是让那个伤害双倍了。哦，哈哈，我还能炸多他一次，因为我给他上了手铐，中间的是假的，我肯定不会按的。哦 shit！ 哎呀，我忘记了啊。我忘记按那个炸弹换过去他那边了，好蠢啊阿浪哥，顾着讲话呢，犯傻了，我自己炸自己了。没关系，我给他机会，反正我赢定的。嗯，这有点不习惯了，之前那个 Buckshot Roulette 他不需要这样按这个东西的嘛。 OK， 四个假的一个真的，这个能炸中的机会非常的小啊。他不可能炸中我吧 ？OK， 他又补血了。哇，他真的找到哪一个真的哦？你是不是那么幸运哦？哇，真是厉害啊！有四个假的，他还是可以看到那个真的。接下来剩下的都是假的呀。让我补血一下，还好我有两个补血，剩下的道具没有必要浪费啦，全部都是假的。我们要赌在下一个回合，让我来干掉他。
OK， 来锤子，耶、yeah, ，锤子，还是锤子，我的嘛，三个锤子吗 ？OK， 两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的，直接用放大镜。好、哦、漂亮，这个是假的，那么这两个就是真的了，肯定是换那个灯光过去他那边，然后给他来一锤，嗯。双倍伤害，可惜我没有那个手铐啊，不然我可以炸他两次，太可惜了。OK， 他用汽水了，他就没有风险了，他已经按了那一个真的，那么剩下这一个就是假的，我没有必要浪费道具了，直接堵在下一回合。OK， 补血的不错。哇，不要给我那么多锤子哎！我的妈，两个假的，一个真的，好多锤子啊、哦！我的天哪，两个假的，一个真的，我可以赌一把，不要用道具的。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留下来了。我喝汽水的话，我就没有风险了，可以随便乱按一个。我按这个吧。OK， 好、oh, ，所以这个是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、啊，赌一把吧。因为有你用汽水，你按下去啊，你并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，因为汽水让你没有了风险嘛。可是问题是哦，你按了下去，你也不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它没有反应的。所以剩下最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试一试吧，反正我有那么多锤子。那、啊、没有猜中啊，所以汽水就是这里不好哦。你按了下去，你也不知道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就会让你混乱。剩下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哎呦，还是给我很多锤子啊。OK， 两个真的，两个假的。他喝汽水了。那好像现在他喝汽水，他按了这一个呢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了。那么接下来剩下这三个是什么呢？我们都不知道了，所以汽水就这样不好了，它会混乱让我们。我用放大镜嘛，哎 ，OK， 这个是真的，我可以给它炸一下。很可惜我没有手铐，没关系啦，没办法了，来，先给它来一锤，上天吧，兄弟，你挑战错人了。耶、yeah, ，他差不多要死了呀，他也没有补血的道具。哦，剩下这一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哦。哎呀，这就糟糕了，因为他刚刚用过一次汽水了，所以剩下这一个是真是假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赌一把的话也很危险呢、啊，因为我只剩下一次机会罢了。太危险了呀，这个。我直接喝汽水按吧，这样我就没有风险了，还是要赌在下一回合才行。我只剩下一次机会了，如果我炸不中它，我就完蛋的了，所以我一定要留下来。哟，没有拿到放大镜啊。OK， 三个假的，一个真的。怎么办呢？我又剩下一次机会哦，炸不中我就完蛋了。这里我还是随便按一个吧，因为三个假的，一个真的，我应该不会那么倒霉的。OK， 吓到我。哦，他也赌一把吗 ？OK， 那么剩下一个真一个假罢了，我可以给他上手铐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可以给他上手铐，然后我就赢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不可以用汽水，因为我用汽水呢，我就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，所以反而会害到我自己。哎，不对哦，现在我必须炸中他。
糟糕啊，剩下那一次机会，我怎么炸中它？如果我炸中我自己，就要赌在下一个回合了。OK，这边我必须赌一把，我要炸自己。如果我没有炸中自己，我就肯定能炸中它了，因为我给它上了手铐。可是如果我用汽水，我把那个风险给弄走了，可是我就不能知道哪一个才是真了。所以这边我炸自己看看。哎，我猜对了，他完蛋了。OK，那么剩下最后的就是真的，他死定了，拜拜了。给他来一锤，送你上天。哦，这个真的运气好啊！啊哈哈哈，你个笨蛋，回家睡觉了你，没有机会啊你。Let's go，第一次玩罢了，我已经打败他了，哈哈。现在开始四个道具了，哇哦，更加疯狂了。我就喜欢疯狂啊，来呀、啊！没有放大镜是很吃亏的，没办法了。三个真的，两个假的。哎，三个真的，我可以直接赌一把了，其实。直接赌一把吧，因为是三个真的嘛，我应该不会那么倒霉，没有敲中吧？我敲中间的，来。中吗？啊，没有中啊！妈的，你怎么那么幸运？OK，他知道哪一个能炸中我了。你抢的好啊！那么现在剩下两个真的，一个假的，我先用我的补血。补血是没有必要留下来的啦，剩下两个真的，我应该可以炸中他了吧？不可能那么倒霉吧？我不能再浪费机会了，如果我再炸不中的话，就很危险了。这个我还是相信自己的运气的，来吧，赌一把，不可能炸不中了。啊，至少炸到他一次了。OK，他又用放大镜了，剩下的是一个真一个假的。哇，他又找到那一个可以炸中我的了。OK，这个我没有办法啦，他太多放大镜了。剩下的是假的，直接按吧。OK。给我放大镜好吗？哎呦，不要汽水哟、哦。OK，有一些补血的还不错啦。一个真一个假。哇！哇！什么鬼啊？？What？他可以开枪射烂我的道具的？什么鬼玩意啊？哇，他犯规的嘞，这样，哇老喂，这个什么鬼啊？他可以把我的道具给毁掉了，鸡蛋糕你啊！他的生命还有4条，我只有剩下4次机会罢了。我现在不可以再赌下去了，我必须确定我能炸中他，才能用我的机会，不然我就输定了。这边我还是喝汽水，去除那个风险，然后按下去吧。我不能再浪费我的机会了。OK，还是有很多补血的。OK，两个真的，一个假的。Oh my god！他这样开枪打烂我的道具啊，真的很犯规咯。妈的，没关系，我还是能赢的。诶，我没有补到血的，哦，我的血量满了。OK，他刚刚，
是不是喝汽水了呀？剩下的这两个很可能是真的。我给他上一个手铐吧，我不要把道具留下来了。这边我来赌一把吧，我觉得可以扎得中了，因为两个真的一个假的嘛，应该不会那么倒霉扎不中吧。来 Come on Yes， 扎中了，扎中就不亏了呀。剩下这一个是真是假我不知道耶，因为他刚刚是不是喝了一次汽水啊、这个糟糕了，这个我不知道耶，这个我炸自己吧，我不想浪费机会了。来吧，啊，是假的，还好啊。 OK OK， 这些道具非常的好，我拿到两个放大镜了，两个真的，三个假的。这一次他不开枪打我的道具吗？你会后悔的哦。OK， 他用了一次汽水，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。我的血量还是满的，直接用放大镜吧。Yes， 找到一个真的了，非常的好。这样的话，直接给他来一锤，不用等了。嘿呀，去吃吧！哈哈，你要输了，就算你打烂我的道具，你还是输。他炸到自己了，好蠢哦喂。剩下的这两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可以用放大镜的，可是我想留下来啊，放大镜。这边我还是喝汽水吧，然后随便按一个去除风险。 OK， 那么都没有炸中。来了，我要赢了，我只要用放大镜加锤子我就赢了，我就是要等这个配合了。我还拿到手铐了，我赢定了，我赢定了。 OK， 赢定了，直接，哎呀，他又开枪了，妈的，白痴啊。 OK， 那么我赢定了的，直接来一个放大镜。 OK， 找到真的了，那么这个已经是赢了啦，直接炸他吧，我也没有必要浪费我的锤子了，拜拜。哈哈，没机会呀、啊、你干垃圾。很可笑啊，他拿枪威胁我要跟他玩这个游戏，可是他却输给我。哇，我的妈，你怎么变得那么丑了？我要确保你被判死刑，我看要死的不是我，是你啊，警察叔叔。妈的，你继续射我的道具啊，没有用了，我照赢。 OK， 一个真一个假的。Of course， 你要开枪打我的东西，那肯定的。这边直接用汽水吧，因为是一个真一个假，赌不过的这个。剩下的那一个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哇，哇哇哇哇哇！你确定是真的？哇，他知道那一个是真的哦，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好。不用紧 ，OK， 这个道具还是不错的，两个真的，一个假的。哎呀，哎呀妈的，哎呦，他这样真的很不公平啊！妈的，他把我的锤子和手铐给打烂了。哎呀，真讨厌啊！妈的。
OK， 那么剩下的两个都是真的，因为他刚刚已经按了那一个假的。让我现在补血一下啊，对，我补血一下。OK， 然后换他，直接给他扎一下。我没有锤子的，非常的可惜啊，因为他一直开枪，真的很不公平啊。不过我还是会赢的。你继续犯规啊，没有用的，你还是要输的。OK， 他补血了，非常的麻烦。OK， 他用锤子了啊，这个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哦，真讨厌啊 ！Oh my god！ 他一直打烂我的道具，不然我早就赢了，真的。OK， 道具是不错的。两个真两个假，看来又要开枪了。OK， 哎呀，我的妈，他开三枪哦！妈的，这个警察他把我两个放大镜都给打烂了，哇啦喂，非常的好啊！哇，这个要赢真的不容易啊，先用补血，没有必要留下来的。现在是两个真两个假，我只能喝汽水了呀，我还能怎样？这个赌不过了呀。他也喝汽水了，非常的好。剩下的两个是真是假，没有人知道了。现在真的没有人知道哦，这个是 50% 的几率罢了。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喝汽水了，剩下的两个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我直接赌一把吧。我觉得如果要赢他了，我只能靠赌中来赢他罢了，因为他一直打烂我的道具啊。就算我用策略也很难能够赢啊，我需要依靠一些运气来赢他，所以直接给他来一锤。没有扎中啊 ！Oh my god！ 这个情况真的很不利啊！他又要开枪啊！两个假一个真，妈的！OK， 剩下的两个也不知道是什么，直接给他上手铐吧。这些道具没有必要留下来的了，因为他一直毁掉我的道具。OK， 我炸自己吧。Oh no！ OK， 没有炸中。剩下的是真的吧？应该是真的。来，我不能再浪费机会了。哎呀，死了！哎，哦，炸中了，炸中了，很糟糕哦！我剩下三次机会罢了，而他剩下五条生命。这个要赢，真的，我必须接下来剩下的三次机会呢，都一定要炸中他，而且还是需要用锤子的，不然我就赢不了的了。真是难啊，这个。OK， 两个真两个假，他还补血了，妈的。OK， 好的，那么剩下两个真的一个假的，我补血一下。哎，我没有的补血了，我每次都没有注意到那个血量。两个真的一个假的，直接给他上手铐吗？上手铐吧。我想赌一把两个真一个假，可是如果赌不中的话，我基本上就已经输定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这个怎么办呢？OK， 我炸自己吧，我用这个。啊呵呵，还是炸中了。
因为我不想浪费那个机会啊，我想确保能够炸中他，可是真的有点难啊。这个现在剩下的是一个真的一个假的，能够炸中他只有 50% 的几率，而我只是剩下三次机会了，非常的糟糕啊。这个再给他上手铐吧。不能上手铐了。哎呀，我要赌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赌不中就很危险了。来吧，不要害怕，50%几率，来，直接给他来一锤。嗯，真男人。没有炸中啊，亏死了，这个亏死了。Oh my god， 赢不了啊，这个。给我道具啊，好一点的道具好吗 ？OK， 两个放大镜，希望他不会开枪，打我的放大镜就好了。啊，他又来了！哎呦，哇，还开三枪哦，妈的，什么垃圾玩意啊他 ！OK， 这个是假的，非常的好，我没有锤子的，是非常的可惜。我基本上已经赢不了了，我只是剩下两次机会罢了，我也不知道能够怎样赢，可是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能够炸中就可以了。OK， 来给我好东西，给我锤子，没有锤子，没有锤子就没有机会了。啊，又来了 ！Oh my god！OK， 非常的好啊。我的，哎呦！剩下的那一个是真的吧？炸他吧，我不管了。啊，假的吗？是真的。OK。那现在我没有机会了，我要怎样赢？我也不知道哎。就一直让他炸自己吗？两个假的，一个真的。继续开枪啊，无所谓的。妈的！哦，他倒霉了，他剩下的两个都是假的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也就是说我不能再炸他了，接下来就是一直耗下去，耗到他自己炸死自己为止了，没有的选择了，这个已经来直接按，希望他能炸死他自己啊，看谁先炸死自己啊，应该说。来吧。只有一个真的，三个假的。又来了。没关系的，继续开枪。哦，他倒霉了。三个假的，他还能炸中自己哦。OK， 我还有可能可以赢的，接下来就只是按下去罢了，三个都是假的，我只要继续的耗下去，他可能会炸死自己了，这个我会赢的，还有机会。OK， 一个真一个假的，没关系啊，给他开枪啊，无所谓的。
OK， 那么我一定要用放大镜了这边。OK， 这个是假的，非常的好啊。现在我不能炸它了，我一定要按这个假的。这样剩下一个真的，它还有机会啊，哎呦，我会死得很惨的、啊、这个。如果它没有机会了，就很棒了。我应该输了吧。哦，我剩下一条命了，他还有一次机会呀、啊，完蛋了呀，糟糕死了这个 ！Oh my god， 两个真两个假，我的妈，他又打烂我的放大镜了，他直接来炸我了。哦，他没有炸中，哦，他没有机会了，他也没有机会了。OK， 我还有机会赢的，因为接下来呢，他也不能炸我了。接下来就是看谁先炸死自己罢了。Oh my god， 还有机会的，还有机会的，直接用汽水，没有风险。现在看谁先炸死自己罢了。妈的，剩下这一个是什么来的，我也不知道，直接用汽水。我没有生命了呀，我不能炸死自己呀。OK， 给我汽水，现在汽水就是最关键的了，还有放大镜，因为我们只是需要活下来罢了。两个真一个假，妈的，锤子给他打没关系，已经没有用了锤子。Yes, yes， 剩下一个真一个假，可以赢了，可以赢了。我这边用放大镜，这个是假的，漂亮。这样的话，直接炸自己。对了，那么剩下的呢？他没有办法了，他只能炸自己罢了。我赢了，谁才是王？谁？你们说，谁才是王？我就是王！我赢了，非常的危险，但是我还是赢了。Let's go， 我赢了！哇塞，不得不说啊，我觉得这一款游戏比那个 Buckshot Roulette 还要更加有挑战性哦。它的这一个游戏的玩法真的可以说是加难了，如果比起了那个 Buckshot Roulette。 好的，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了，还是一样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不要再等了好吗？大大力的点下去吧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